介绍一下我们这张专辑的特色。里面我们其实有没有挑了一些作品，是用 full band 的形式去描写。对，那因为以往我们都是两把木吉他，对，常常两把的配置。那在这张专辑里面，我们加了 bass 的鼓，还有非洲鼓的部分。其实真的很期待，就是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，就是这些我们重新编曲的作品。那下面这首曲子呢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，在专辑里面也有收录。然后刘文尚老师把它变得非常的好。对，因为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。对 ，OK， 取名叫做《光荣时刻》。其实那时候我很想接话了，只是刚刚好今天留一支麦克风。其实刚刚有十个选项给你讲，真的哦，挑了其中一个，挑了你的字最少。